整天到处去巡逻，为了想要找那些伤害我们师父的妖怪，说是什么吃了我们师父的肉就可以多活3000年，弄得我们紧张万分，眼睛都不敢眨一眨。结果一个也没找到，都是你这猴子。好家伙，你叫我什么来着？大师兄，就是你这大兄疑神疑鬼，说什么妖怪会乔装打扮让大家睁大眼睛看，害了我们大家白忙了一天。现在好了，都找到这儿荒郊野外来了，我肚子好饿，大师兄求求你替我们去前面那个村给我们找点食物吧。哼，一天到晚就知道吃，中午不是一位施主才给我们吃过剖腹三明治吗？那两片薄薄的面包里面加一些豆芽菜，那是塞我牙饭都不够呀。好歹今年是猪年，总得让我老猪沾点光，多吃一点嘛。师傅你看，我们今天走了38000步，比那些想要减肥的人都多了20000多步呀。哎，你听听，师傅的肚子也在叫了。悟空，今天是走的有点累，大家也都饿了，你就去找点吃的来吧。不是，我不想去找吃的，而是找荒山野岭，留下他们两个保护师傅，我有点不放心。大师兄，放心吧，我们会尽力保护师傅的。你就瞧不起你了，而是那些妖怪诡计多端。他们会躲在善良的老百姓后面，还会派出漂亮的女间谍，他们师傅可真帅，小女子这厢有礼了。女施主嘴巴可真甜，把八戒我嘴巴都笑歪了。嘴巴太甜，我看有点问题。有什么问题？他说的都是事实。帅是帅，就可惜眼睛小了点。哇，你真厉害，一眼就看到我脸上唯一缺点。唯一缺点，我有办法，这可是法官最流行的太阳眼镜，一戴上就把全部缺点都给遮住了。来，送给你。哇，可惜这里没口井让我照照。没关系，我们来个 selfie 吧，这位师傅也来嘛。西瓜甜不甜？甜。来，我把照片发到你们的 Facebook。 哎呀呀，你是猪，使不得使不得呀，我爸妈常常看我的 Facebook， 他们只知道我去了西藏，不知道我已经当了和尚啊。喂，站住。嘿，师弟，发什么神气啊，怎么跟一个老奴婢打了起来？师兄，难道你教不成？快放我。师傅，你别跟师弟起哄了，那分明是个白胡子老奴不好。哎呦，对啊，好一个白骨精，砍招。哎，不好，师傅，他们把老人家伤了怎么办？哎，大圣误伤无辜，快快念紧箍咒。哪里来的小美女？送给我的，你管得着吗？
就是这个太阳眼镜干扰了你的视觉，连妖怪都看不出来。哎呀，你死猴子，那是 Louis Vuitton 法国货呀。那女子是被妖怪操纵的女间谍，她骗你戴上那眼镜，就难分辨是人还是妖。怪不得连我都认得出来这妖怪，二师兄竟然看不出来。哎，师傅，你也真是的，没分青红皂白就念紧箍咒。这妖怪真厉害，刚刚就用了声东击西、调虎离山的手法把我引开，然后就骗这个笨蛋戴上干扰眼镜，想偷袭师傅。幸亏我及时赶到，不如师傅可能一个胳膊都不见了，你俩的血也许都被他吸光了。八戒，你过来。你知道你挡住悟空出妖，差点闯了大祸吗？师傅，我知道了，别再说了。师傅，当时那女间谍给二师兄戴眼镜，当时我还真有点吃味儿。不过，如果她也送给我一副，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哎呀，大兄，对不起啊，大脑袋缺营养就容易受骗嘛，求求你给我们找一点食物吧。你们一个笨一个的，武功不够强，在这天山出名妖怪多的地方，我怎么能走得开？这样吧，过去。你俩陪着师傅乖乖坐在这个圈里，可保你们平安无事。记住，不管什么事发生，都不要出了这个圈。哎呀，少啰嗦了，你不是一个跟头翻十万八千里吗？那是要吃饱了才有力气翻呢。记住，千万不要出了这个圈。阿弥陀佛，悟空，快去快回。谁那么费劲去化缘？让我 Google 一下。离这儿最近的素食店。喂喂，我要外卖，200个素蒸饺，30个馒头，要快。我姓孙。这猴子又想了什么馊主意，把我们师徒三个都圈在这里了？我就才出去试试看。我出去了，我进来了，我又出去了。你看，这圈到底有什么用？二师兄，你是进来还是出去啊？那我还是进来吧。山呢？师父们好，我爷爷到山上采草药还没有回来，我奶奶要我去叫他，顺便送馒头给他。哦，馒头啊！想师父你也饿了，吃一个吧。那就谢谢小施主了。八戒，那是姑娘给爷爷吃的。忍一忍吧，二师兄，大师兄很快就能吃的回来了。没关系的，我多带了些，师傅也请吃一个吧。吃，哼！嘿，小施主，馒头啊，小施主。师父，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姑娘啊？刚听人讲山上有狼，求三位师父帮我去找找吧，求求你们了。不好了，快救命啊，我的孙女被狼叼走了。啊，我
我去搭救。给你们炸呀，那猴子一会儿就回来了，咱们吃撒西米吧。拜拜。哦，原来是蜘蛛精、蚌壳精和白骨精啊。哎呦，悟空大师，我是你妈的小学同学呀。少骗人了，我没爹没娘，俺老孙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啊耶！耶！嘿，师傅，那些妖怪是从哪里来的？怎么这么难对付呢？听菩萨讲过，那些妖怪本来都是普通正常人，但通过突然的变化就变成了妖怪，伤害我们正常人，很难分辨真假。他们是生育能力特强，生出许多小妖怪，长大后就送他们去很远的地方加害那边的人。咱们不能高兴太早，他们肯定在集合很多妖怪。可是我们只有三师徒三个呀。没关系，刚刚穿过时空隧道，去到美国加州硅谷的高科技研究所，弄到了两幅红外线照明灯，看得到藏起来的尖角和利牙，这样他们就无所遁形了。还有，我们有一个新武器，可以对付有尖角的妖怪。哦，扣在尖角上就搞定了。你们有了武器，还要锻炼体能，加强武功。以后如果八戒挡住悟空束腰，悟净你就抓住他。得令。我们还要加强兵力，让我把徒子徒孙们都叫来。耶。
大家好，我是沈仁达。我们的 Joyce 啊，沈月女士是伟大的天才，她是化学家，但是她在湾区是非常有名的编剧。她编了这个唐三藏、孙悟空还有牛魔王，所以她就要我来讲这个癌症的免疫治疗。癌症的免疫治疗，那人体当然就是唐三藏，孙悟空就是替人体作战的淋巴球 T 细胞，那牛魔王当然是癌症，还有一些小孙悟空就是一些增生出来的淋巴球。癌症的免疫疗法是最新的癌症的治疗之一。当我在58年前开始，57年前开始医学院的就读的时候，淋巴球在显微镜下是很细小的好像沙粒一样的细胞，但是现在的淋巴球看在一些蓝色的非常复杂的构造，那是因为分子生物学还有电子显微镜三度空间看到了淋巴球原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构造是我们人体要防御的一个很重要的器官。那么黄色的大大的当然就是癌细胞，所以我们要抗癌要治癌就是研究最近最新的淋巴球。过去对淋巴球的了解只是说淋巴球大概可以抵抗细菌外来的感染，现在才发觉淋巴球是有很多的功能。那淋巴球也会对人体的细胞有时候也会攻击，所以我们才会有一些这种自体免疫的疾病。但是癌细胞它也会造出一些好像我们人体细胞的分子来扰乱这个淋巴球，让它以为癌细胞是自己的人。所以在过去30年至少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发现说，如果我们能够改变癌细胞上面的一些构造让淋巴球能够把它看成是外来细胞开始攻击，那是最近差不多10年的研究，是非常惊奇的研究。所以我们就简单解释一下说为什么现在我们可以改变淋巴球或者癌细胞来变成可以用淋巴球来攻击癌细胞。那么最重要的一个发现是尤其这个发现在去年得到诺贝尔奖，是日本一个红酒神社京都大学，他发现了一个机制。另外在德州MD Anderson 癌症中心的一个博士他几十年的研究也是发现了怎么来改变淋巴球跟癌细胞中间的关系。在淋巴球上面有一个分子它叫做 PD1这个分子，这个分子就是要来找寻说哪个是自己的，哪个是对方的人。我们正常的细胞会有这个叫做 PDL1， 所以这两个分子接起来的话，淋巴球就不会攻击，不会发出攻击的信号或者武器。所以在经过过去几十年研究说，如果我们能够改变癌细胞上面的这一个假的分子，或者我们用什么方法把淋巴球上面这另外一个分子，我们叫做 PD1 或者 PDL1 把它改变，怎么改变？它产生抗体把它遮掩起来，那么淋巴球就可以发出进攻的武器。所以这就是一个改变过的右边这个 B。 如果我们做了一个抗体
红色这一个，把淋巴球上面的 PDL1 盖住了，或者另外一个黄色的抗体盖住了癌细胞上面的叫做 PDL1 这个分子，那么这个信号没有的话，淋巴球就可以攻击癌细胞。就是这个发现开启了过去五年利用免疫疗法开始改变一些本来不能治好的癌症，所以去年诺贝尔奖就给了这个。那么等一下我会有一个片子说我们现在能够用这一种免疫疗法来治疗什么样或者甚至治愈什么样的 cancer。 所以如果淋巴球的表面这个分子用抗体把它盖住，或者癌细胞表面的另外一个分子被盖住，它们的关系改变以后，淋巴球就可以开始杀伤癌细胞，然后甚至在有一些病例可以把癌细胞本来化疗不能治好的就治好了。更新的发现就是最近啊，差不多一年，癌细胞上面另外有一些其他分子，其中一个叫做 CD24 它的特性就是说叫淋巴球 don't eat me， 它这个分子有一个特性就是能够防止淋巴球来攻击它，所以现在的新的抗体就是利用这个抵抗 CD24 的抗体。那么现在只有到还是在实验室的阶段啊，人体大概会开始第一期第二期的所以这个是比较新的啊，还没有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PDL1 或者 PD1 的抗体。所以免疫疗法可以治得癌症，现在黑色素细胞癌这本来是没救的绝症，现在很多都可以治好，肺癌、肾脏癌、膀胱癌、淋巴腺癌、恶性的乳癌、肝癌、头颈癌就是拉林杰喉结癌、社会腺癌，那我在工作的子宫颈癌、卵巢癌、子宫内膜癌，现在都可以开始用免疫疗法，就是如果一般的化疗没效的话开始有效了。下一张。那么比较新的就是这个叫做 CAR-T， 就是刚刚小孙悟空的这一种就是把淋巴球再做成更多来攻击特别的这个癌症。但是这个很贵，因为这个要把病人的癌细胞抽出来，淋巴细胞抽出来，再经过分子的生物学扩展，一个疗程一个人现在大概要$500,000，不是台币。所以现在虽然说也许有希望对白血症，不是刚刚我讲的一大堆的癌症那将来的进展当然也许会便宜一点，还有可以拓展到其他的癌症。所以就像好像那些小孙悟空一样，如果能够用很便宜的方法制造，也许也是其中一种。所以我简单就介绍这个免疫疗法，有兴趣在另外专辑。